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冯诈骗了没？诈骗手法日新月异，几乎让人防不胜防，我们都该提高警觉，辨别各种诈骗手法，避免落入圈套。现在就透过各式案例及教学，带大家了解常见的诈骗手法及防范招式，一起为您的财富把关。现在大家更常使用网络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，但是网络上并非都是好人，因此我们都需要特别提防网络上的诈骗。就像这个征才诈骗者，征才诈骗者会捏造假的职缺，诱骗求职者提供银行存折和提款卡，但这个职缺根本不存在。请记得永远不要向陌生人分享个人资讯，快点击以下连结了解更多网络安全诀窍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提高警觉，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。请记得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反诈骗行动。防诈骗了没？我们下回见。